上星期，一华牧师以答问方式继续分享2012信息的号外篇。问题一，之前的信息中出现过很多崭新的字眼，例如极地漩涡，南北极分散出20个，一刹那之间南北极倒置，出现数千年前的长毛象被冰封现象等等。这些非常崭新的字眼，即使是教育或者现在很多的资讯，都从来没人提及过。咁样，点解当 Webbot 提及呢啲字眼嘅时候，牧师能够即刻分辨出真系会发生嘅呢？答案系 Webbot 提及好多崭新嘅字眼，然而呢啲新嘅字眼只系用嚟形容圣经预言嘅发生情况。举例，好多人睇启示录都唔会咁样思想。如果到嗰个时候呢啲事真系咁样发生，喺实际发生嘅时候有乜嘢步骤同埋征兆呢？但系其实，启示录的7年大灾难与摩西十灾好类似。如果发生这些灾难时候，一般天气从业员他们会怎样描述这些事呢？而 Webbot 这些天气字眼的出现，更加让人理解到这些事件的现象和哪一类科学是可信的，并且事件的严重性。例如启示录记载地球出现的天气转变，包括陨石、水变血等等的事件，配合 Webbot 的字眼，就会明白这些事件全部都是与地磁减弱有关。有关地磁减弱的情况，最早是由人类用泥土所做的陶瓷制品证明出来。原因，烧制陶瓷制品的时候，高温会将泥土里面的铁的磁性完全消除，但是当它慢慢冷却下来的时候，就会被当地的磁场地磁所磁化。因此，当你知道陶瓷制品的出产地和生产年份，就知道当时地球地磁的强度。但是他们发现年份越久远的陶瓷制品里面的铁的磁性比近代的陶瓷制品磁性反而更强。这个证明过去千百年间地球的磁场强度其实是正在减弱。这个是最早证实地球磁场减弱理论的证据，亦都可以讲话是最准确的。原因，这些陶瓷制品都是有人类历史记载。另一个例子，夏威夷火山过去千万年来一直都流出熔岩，这些熔岩流出之后，当接触到海水就会立即被冷却。在熔岩瞬间被冷却的时候，就会形成好像制造陶瓷制品时出现的现象，就是记载当天地球的磁场。不单止记载了地磁的强度，还记载了磁场的方向。原因，当熔岩冷却的时候会停留在海岛上面，而当研究人员一层又一层掘下去的时候，最底层的熔岩对比上面的熔岩，磁场强度是在度减弱的。并且当磁场减弱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就会突然间南北极倒置。夏威夷的存在就证明了磁极倒置的真实性。并且历史上这个现象不只出现过一次，但是当然南北极倒置并不是好像那些科学家所说每隔数十万年一次。原因，碳十四的检定方法常有严重偏差，并且熔岩的流量是没有可能计算出平均数的。其后有人将磁场、地磁的数据输入电脑进行计算，模拟出来的结果就是南北极最先是正常的，然后慢慢减弱，突然间下面的地磁开始摇荡变动，最终穿了个窿，变成8至20个南极。正如 Webbot 曾经提及，在2013年南极的情况一样。原因，南极的磁场是比北极弱很多，其后这20个极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再摇荡，再次消失，跟着突然之间南北极倒置。这个电脑的模拟结果令到科学家非常震惊，但是更加震惊的是南北极倒置的时间是快速到以日来计算。而这些现象亦都解释了当地磁不能够抵挡极地漩涡之后，宇宙的绝对零度-273度会进入地球，导致那些地方变得极为寒冷。地轴转移更加会导致全球性海岸线事件这些严重事件。曾经摩西十灾、挪亚方舟事件亦都在地极转移的时候而发生。今时今日的科学家发现当时有一些岛屿经历了火山大爆发，这些熔岩记录了地磁的变化。地球是在10天之间地极转移了60度，甚至更快。因此有一些文献亦都记载地极转移是以日作为计算单位，并且
太阳和月亮从另一个方向升起，而每一日移动六度已经是最保守的估计。但是仅是这种情况和程度亦都会引发生态大灾难。总结感言部分，藉着认知真正的科学知识，就能够理解到 Webbots 的准确性，尤其是在地理和灾难方面是十分惊人的。其实 Webbots 所预测的种种天气变化亦都可以用地磁减弱来理解。原因，当地磁减弱不足以阻止极地漩涡接触地球时，当极地漩涡接触到地面，就会造成新的冰河时期和新的气候。但是在这里要分析一下，当理解 Webbots 的时候，不能够按住喜好而选择性去听取想要听的部分。原因， Webbots 在气候上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甚至连发生的月份和年份亦都准确。但是对于经济的预测，发生的时间有着误差，就是要比预测的时间迟两至三年。但是这个误差其实是人之常情的，因为对于怪异天气的所有字眼，例如极地漩涡崩溃、很多个南极，这些字眼在事件未发生之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亦都没有人提出这些字眼，并不会有新闻在事件发生之前作出报道。所以对于这些崭新的天气字眼， Webbots 必定非常准确。但是对于经济的预测，社会上例如新闻或者传媒，有很多人在事件未发生之前已经作出很多的预测，例如金、银或者是比特币 Bitcoin 会升值，当中只是估计而不是新闻报道，因此当中的误差可能由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所以当 Webbots 预测到比特币升值的新闻时，现实却未见预期发生，其实不是它不准确，可能真的应验了，就是 Webbots 探测到有人在那个时候作出这样的估计。对于我们来讲，当然希望事情如 Webbots 所言，当比特币、金、银升值之后21日才发生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甚至日本首先下沉，这样会有更多人愿意离开，这样我们就能够帮助和拯救更多人，并且我们的富足亦都有用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最安舒的。但是当理解 Webbots 的分类之后，明白到地理字眼的准确性和经济字眼的误差，因此有机会当我们逃生之后，比特币和金银的价值仍未上升，所以不能够选择只相信 Webbots 对自己最有利的部分。今个星期日华牧师继续回答为什么他能够捕捉到 Webbots 崭新字眼的原因，以及这些字眼与启示录的关系。